of all time. So won't you understand you like I do? Oh, I'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stay, but I'm the one who loves you, and there is no one else. No.
Thank you.
来宾、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大家远道而来，我和丹丹都非常的感动。今天的婚礼，我们还准备了两个环节。第一个环节是，我们会做一个，泰北传统的一个放水灯的仪式，可以给请大家每人可以手拿一个水灯，跟随我跟丹丹一起走向那个deck 那里。这个水灯的仪式是大家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做一个祈福，非常有意义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的就是晚宴，晚宴环节呢，我让丹丹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因为感谢大家远道而来，能够共聚一堂非常的不容易。然后说句实话，先生真的是非常的劳累，这个为了准备这场婚礼，我首先必须也非常的感谢他。然后另外就是送到大家满满的祝福后，他特地准备这场水灯，也是希望能给把我们的祝福带给各位，祝各位身体健康、幸福快乐、家庭美满。然后这一场晚宴呢，是。